哎呀，我跳进去嘛，死了，谁没动给我打他们？哎，没有破墙，只有我们有。生气你先，结果玩到自己，你们要中了乐的吗？ 兄弟，我是功夫啊，我是一子，我是布莱恩啊。今天玩什么？我们极限淘汰赛，没错，来到这一张完全是水只有中间六个小格子可以站的地图了哦。对了，这个就是玩家制作地图来的，而且我们也是很久没玩过这类型的地图啊，今天就来体验一下这样子的。没错啦，没错啦。啊，但是你看到这张地图，全部都是水哦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玩一玩这个新英雄伊芙啦。哦，在水上面行走欺负别人这样子。 嗯，坏坏啊！对了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选择衣服出来啦。我一游戏开场的时候呢，女塔有墙壁围着嘛，我直接开辟一间跳出去外面啦。嗯，哦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就需要一些队友来帮你开墙喽。没错啦，在这里呢，我就选择了雪莉啊。 把那墙壁开掉了，这样恐怕就可以在水上面攻击站在里面的敌人了哦。对哦，这样子啊，我就随便来个英雄就好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开枪了嘛，我就选一个甲级就好了啊。对面我就不要带那个以炎还炎的那个能力值，谁啊，留着他们命长一点，让我们的空虎怕表现一下。哦，可以啊，这样子呢，我就试下看了、啊，跳出去过后呢，在水面上面打他们了、啊，摸死他们。嗯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吧。Let's go。 来了，这里我马上要跳出去了，兄弟！哎呀，我的配件按钮，啊，走啊！OK，有走到，有走到。这个时候，雪莉只要按一下配件，你就完蛋了。我跟你讲，哦，雪莉死了，没事啊，擦伤手我就死掉了。现在让我回一个血，我再慢慢的摸死他们啊，兄弟。OK，OK，他们只有两个人吧，我现在不怕。 他们那个白色死神只是二级吧，打不到你了。你现在不是魔死啊，你现在是恶心死他，你知道吗？黑白死神跟白色的小朋友。白色的小朋友，白色的小朋友找东西挡啊，他想不要跟你玩。喂，你要小心些嘛，你要放大招。喂，啊，所以我出去，我赶紧打死他。很难呢，怎么从上面往下看呢？这样子很难射的呢。上面往下会。 比较难看的。OK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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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掉出去先。OK，掉出去。我优胜给你啊，这个我可以杀，但是我不要杀。真哥，直接，他直接那一斧都不要杀啊！这是，喂喂，为什么你杀掉朋友？宝宝虫，为什么你杀掉朋友？嗯，我小心点哦，他好像有点厉害哦。放个大招，放个大招给他玩。我放个大招浪费了子弹先。OK OK， 然后就给他啊，然后到我打你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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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键按钮准备一下，嚯、哦，他们两个杀伤力很高哦，跳起来！哦 ，Oh my god！ 没有人开枪，被他们锁在里面了，没有开到枪，这次尴尬呀，这下都输了你。哎哎，别太过分哦你！难道你要跳回进去吗？要过分哦，跳进去也没有用。跳进去嘛，死了，先没动给我打他们。哎，没有破墙，只有我们有。生气你先，嗯。别人过分了，我跟你讲啊，第二把布莱恩直接一个大招轰你，开个大招，开个洞，我就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说我就磨死你。没错了，等下接下来的两场就是我们玩他了。没错了，嗯、先让你赢一把，结果玩到自己，没有第一场玩下自己，给他开心下先。我们要中乐乐的吗？啊，哦、啊，哎哎，不要打我了，不要打我，不是这样的，仙人掌没有东西玩，是这样的朋友，仙人掌跟你一样啊，寂寞，只有假机可以玩，寂寞，只有假机有的玩罢了。三个人的游戏一个人玩，生气你，嗯，生气啊！等下假机，仙人掌给我道歉了 ，OK， 现在毒眼来哦，惨了哦，假机血又比我厚，他又可以打到我，我又进不去，你一定尴尬啊！尴尬的一场啊！喂，我觉得在水面上面播一次、啊、毒眼的伤害比较强吗？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吗？有啊，这样子我拜拜死了，应该要多两个新英雄，不来开个大招 ，OK， 快点，嘣，快点，可以，不来啊，有了有了，动了动了，一定会开到给你。你的收手啦！你今次仲唔死啊？当我凶了吧？你爱着家凶了吧？无助的爱着家。当我凶了吧？爱着家可以跳，但是跳不出去，太可怜了。找掉棵树先。OK， 可以可以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大招了啊！
是吧？不过没有用啊。来哦，我知道你有大招，但是没有用的，我跟你讲，来，我生气你先。嗯，他大招没有用的，你看，你看，太低啊，伤害。直接丢大招出来了。没错，哦、要换地方打是吗？换这边打 ，OK，OK，OK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不要输掉了啊！给仙人掌笑死哦。我要磨掉那棵树先，不然不能。等下我要打他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回血，这样我就不要打了。他没有配件了，没有配件了。啊，不过现在 ，Hello， 啊，没有配件。仙人掌，是你有大招啊？没错，虽然我的回弹速度很慢啊，但是你的回弹速度跟我差不多的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知道的、啊，有点可怜 啊。对了，来仙人掌啊，好了好了，我放个大招去骗他了。啊，没有子弹了嘞。OK OK， 哇，差一点输给他了。哎好、哦、我炸多一点枪，哦哟炸不到，哦哟可怜，大姐，哦哟这次你要打三个，你要打快点哦，这样子我怕你让你来不及哦，想办法先干掉仙人掌，我跟你讲就很好笑啊，那两个啊没错了，哎、哦、可以 yeah, 这两个就可怜了，我跟你讲现在贴近一点了，你贴近点看他们了，你看动都不用动了，没错，奖金打到我、啊、你可以奖金放回在这边，我站在那边还能这样你跳啊已经结束了，威兄弟，你什么都做不了，打不到我嘞，你们打不到我嘞、哎。他反弹到你，他反弹到你。哦，你这样走远点，走远点，不要受伤啊！来来，打不到我嘞，是不是打不到我？是不是打不到我的？啊，给给，折磨死一个，这个。手最短的家伙，拳皇也最短。荒野乱斗手最短的角色就是你了，爱德加。看他能不能前来打你啊！哦，他不要，他不敢。啊！喂！你别别别，我正白想想。喂！差点就凉了。来了喂，我准备跳出去了。哇，这次对面没有名字哦。没错。来来来来来，配件按钮。哦，喂喂喂，杀完鸟啊！哎呦，杀完鸟！打太快，打太快！我的配件，哎、哦、呀！哇，现在你们两个死掉了。刚刚我特地让他们杀我的。他们的手很长啊。好可怜啊你。他们仙人掌还有弹射啊。喂，这次就真的是要吃一点技术了。他们说不好意思啊，他说我就算我没有，我出不到去都打到你。啊！还好我的手也是蛮长的。喂喂喂，大招可以限制你走位。还好我手还是蛮长的。你不要死掉，笑死我！打一啊，打一啊！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！回血，回血，回血！不要打我了，仙人掌，让我走下去。他血量比你少了，现在直接压下去他就输了。鸡蛋，你不要回血咩？仙人掌，打回来，打回来，你不要躲在那边啊！我护你了。哇，还这么笑不错。等下你要笑不错。OK OK， 来来来，生气他先。大招恐怖要出来了，大招恐怖要出来了。我又骗他，骗他攻击啊！对对对，他一丢两发攻击，我们就干掉他，是不是？扛不住的仙人掌。Hello, my friend 啊，仙人掌很生气，我跟你讲。来来来，我丢个大招骗他伤害先。OK。我来了，拜拜了。Okay, 你没有子弹了。来了喂，布洛克赢了人，还有普利莫我的偶像啊，这里要赶紧跳出去，有没有看到墙？哦，偶像爆开了更多，厉害哦，剩下我的偶像哦，剩下我的偶像哦，完蛋了，那个偶像，这个又是一个手短短的家伙，这个孤单的偶像，嗯，孤单的偶像在一座岛上面啊，这个是偶像与三块墙壁的故事，看到吗？啊，酷包的偶像，偶像酷包的故事。生气啦，生气啦 ！Hello， 偶像 ，OK， 偶像的手到底啊，在那边没有？你走去，你走去右上，我要走下你右上，右上角，我去右上啊 ，OK， 然后他就干干净净，任何角度都可以给你打到了。OK OK OK，、那墙壁跟没有是没有差别的，没有，我拉好那个距离 ，OK OK， 他打到我吗？这个距离他应该打不到我，你前一点点看，给一个乐福他先，啊。偶像折磨偶像的一局，什么折磨偶像哦？因为平时偶像很忙啊，他没有时间看着我啊，所以今天我就要让他 OK OK 啊，在那边独处这个时候啊，就让他好好的欣赏下我的美了。OK， 跟他聊聊天这样啊。哦，对视对视这样子，谈情说爱，还要死啊？还要站？还有地雷哦！啊，中了地雷！还好血量够低啊，不然就尴尬了。还有地雷。
OK OK， 我打输一点点给你、哦。看来你们两个都打赢他了哦，你们两个可以打死他们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哎，我也不要，我也不要。什么叫你也不要？我要看戏的吗？哎，等下放地雷炸我哎！没问题，炸掉哎！啊，哦。赢来了，你不要放地雷，最讨厌那种放地雷的家伙。没错了，不要放地雷。不是这样子的吧？ Okay, 哇，不然，哇，老布还活下来、啊。这边还一个地雷啊，不然，角落这边还一块地雷啊，不然，不然，这边在。我比你更靠近偶像啊。这还有地雷啊。OK OK。啊 ，OK OK OK， 我不要进去，等下他一蹲蹲两个他转。我跟偶像近距离接触。结果他还是蹲了两个。怎么还蹲完就有大招了？啊，再进去转一下下。哦，一下蹲，一下给他蹲两个人，然后打你几下，还有大招了。哦。这样快啊！啊，又进去啊！再进来，你看，对对对，再进来，再进来，再进来，再给他蹲一次。他要来啊，他要来啊！再进来，反正一蹲你就会出去了嘛。OK OK OK。偶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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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近距离接触哈 ，Hello 偶像 ，Here you go！ 啊 ，OK OK OK OK。偶像蹲了，偶像蹲了。OK OK， 偶像又打下一个大招了。OK OK OK OK, okay.。哇，这偶像很多大招哦，平时一场游戏很少见普林莫这样多大招的哦。哎呀，把干掉先。咦，完了吧？完了咯，你还想要看呢、啊？对啊，我还想要再看啊。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。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